我想你做，我唔好搞啦。你冇去做，我咁樣啫。再錯，唔好再錯，功夫即型。新年新開始，很多人都會定下目標，好像說今年要減肥，今年要發達等等。不過網上就流傳一個笑話，大部分人的 PAN 就是因為 LAN 懶，最後只剩下一個 P 屁。咁當然啦，有 plan 未為輸，今年失敗，咪出年再努力過咯。阿之，但係官僚懶政 hea 做，市民就真係笑唔出啦。現屆政府上台後，擺出一副大幹一場嘅架勢，話要一天解決一個問題。前年八月展開浩浩蕩蕩嘅打擊衛生黑點計劃。相信大家都記得呢場清潔大掃，由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領銜主演，他還親自帶隊高調落區巡視黑點，揚言打擊衛生黑點不是做掃，會持之以恆，避免問題翻發。一年後自誇超過九成黑點情況獲得改善咁話，只可惜數字呃唔到人。卓永興回覆議員書面質詢時表示，全港衛生黑點由計劃開始時的663個增加約 11.3%， 去到738個，其中大埔區佔最多，區內黑點多達135個，其次是九龍城區佔91個，而油尖旺區黑點更由26個大幅增加 1.26 倍至59個，令人震目。高官解釋，大部分接獲舉報的地點環境衛生問題只屬短暫，經部門跟進後已有效解決。又承認多達32個新舉報地點衛生情況仍需持續關注，亦已納入新黑點，最令人拗爆頭，同時亦最自相矛盾的是，高官聲稱根據各部門上月檢視結果，超過八成黑點的衛生情況已有改善，適合從黑點名單中移除，達到施政報告 75% 衛生黑點的績效指標，只是現階段不打算移除咁解啫。咁就奇啦，港官最終以自賣自誇，如果衛生黑點真係可以從名單移除，仲唔爭住去咩？市民見到嘅只係成個香港污糟邋遢，第二樣唔講啊，淨係講鼠患。食環署鼠患參考指數顯示，去年下半年多區情況仲衰過上半年。嗱，唔好同我講老鼠幫手清走廚餘，從源頭減廢啊！講起源頭減廢，垃圾徵費壇嘢就夠甩碌啦。宣傳不足，信息混亂，實施日期一改再改。嗱，唔係講笑，究竟屋苑管理處可唔可以為住户嘅垃圾包底？高官就幾乎一日一個說法，市民根本無所適從，亂曬大龍。最重要的是，咁做就等於變相鼓勵物管公司多買指定垃圾袋，代住户交垃圾費，有違污染者自負，削弱住户減費意欲，最終更加在混亂不堪的情況下再度壓後。好啦，咁到底政府狂吹衛生情況有所改善，地區的真實情況又是點呢？單靠做掃又是咪達到清潔香港的目標？事不宜遲，東夫各界即應。